哦，串耳带，在这个手动这里。对，有个压耳带。有个把这个压耳带。中音门吗？先不用。压耳带这里按一下。这有两个，一个前面，一个后面，后面是那一边。一个一前一后，后面是左手边的。对，啊，现在从这里来串耳带。啊，现在我们也是怎么穿这个耳带。这穿好之后，把它压回来，在这里再点一下，把那个点一下，这个压耳带再点一下就夹住了。这里再穿，这里，穿在这里，穿在这里出来压一下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门子，小门子再这样穿一下。这边也是一样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两边是一样的。对。